您好，我是 Fabiano Rafael Prachedes。我的中国的名字是席波恩，我来自巴西圣保罗 （Presidente Prudente）。在此刻，我学习高级普通话课程，在圣保罗大学公司学院。我选杜甫一首诗。喜欢你们喜欢。问月，岱宗夫如何？居庐尽微窈，造化众生求，应缘各昏晓。邓兄甚增云，决眦入归鸟，悔灯。令绝顶，一览众生桥。